欢迎进入由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独家冠名的小小骑士一起冲。宁夏中卫，这里从来不缺征服与冒险的故事，而这一次，六位小小骑士将继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加油，展开一段有关勇气与挑战的传说。在第一天的沙漠征途中，滑坡、烈日、风沙都不能阻挡骑士们穿越险阻的信念。第一名，面对比自己大上数倍的越野摩托车，纵使身形弱小，但凭着坚定的决心和毅力战胜了困难，最终全员通过入营考核。然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小骑士们需要通过障碍重重的初级赛道，陡坡林立的中级赛道，以及地形复杂充满挑战的高级赛道。在这些赛道中，他们要磨练心智，提升体能和技术，激发潜能与爆发力，以此来应对最终的超长距离越野马拉松。六位小小骑士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又能否通过所有的考验呢？来来来，全体注意，请大家到广场集合。今天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项目，体能测试。这越野摩托车这个项目呢，对于体能要求非常的严格，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的终极目标是一个长距离的越野拉力赛。拉力赛当中呢，不光要考验你的技术、你的能力，还有你的体力。不知道大家这个体能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给大家有三个测试，也是算是铁人三测试，分别是铁腿、铁臂、铁身。铁臂需要你的手臂的稳定性，铁腿需要你实时的去控住你的车，铁身需要手脚协调能力。我们的越野摩托车绕不开体能这个环节。臂力核心非常重要，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考验是耐力，非常担心。太难了，那轮胎我能背得动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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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就想拼了拼了。我们首先测试的是铁臂，这个规则是孩子上了双杠以后一直撑住，看谁坚持的时间长。啊，靠你了。那文文做个示范，来。好。测试开始啊，预备，站姿。好。是这个意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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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为什么在颤抖？没事，我给你扶住。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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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啊！我掉下来了。好，大家都明白了吧？明白。那咱们现在开始测试，孩子们各就各位。爸爸妈妈在后面帮忙保护一下，好不好？好。啊，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预备。上位，
加油加油加油！松手了。撑住，哎，对。别晃，别晃，不要晃，越晃越费力气，对，撑住。别晃，别晃，这个人别动。把手撑直了，顶直，对，顶直就撑着，跟倒立一样。别晃，不要晃，别晃。哎呀，哎呀，哎，哎呀，小心啊！铁臂第一个就掉下来，15秒，我当时扭了一下，两个肩膀掉下来，然后我就很尴尬的笑着。撑住，撑住，不要晃，稳住。可以动动，可以动动。对，释放一下肌肉的疲惫。坚持啊！加油，加油！啊呀！果然是秤砣。哎呀，他没有你厉害呀！加油！哇，太厉害了！大哥，太棒了！大哥太厉害了！大哥加油！大哥加油！大哥，大哥你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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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惊讶，没想到这小子坚持这么长时间，他还真不是第一个掉下来的。还剩三位，谁能获得今天的冠军？加油啊！加油，儿子！我还能撑一分钟。这个当爹的很淡定，很淡定。毛毛弟加油！毛毛弟加油！毛毛弟加油！你们坚持了1分钟了，1分10秒了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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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终于下来了，可以了，很棒了。加油！还有最后一个，还有最后一个，你们兄弟俩的角逐了。我俩年纪差不多，我不想输的，我想努力做第一名。毛毛弟加油！毛毛弟加油！继续加油！男孩子嘛，就要有这种血性嘛，这种较劲嘛。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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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勋还要坚持吗？要，争取创纪录啊！你看他爸多淡定，就这样，是这意思吗？加油！哎，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1分44秒，非常好，给自己个掌声。可以了，儿子，看吧。我们骑摩托过程中，肩膀和上肢的这条力线会承受很多的力，所以我们这个环节的测试是为了让大家。在后面的控车当中，更多的运用到这个力线。OK， 大家非常棒。好，一个掌声。好的，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测试。之前我们进行了小朋友之间的对决，那接下来呢，就要看我们爸爸妈妈的表现了。这一个项目呢，叫做铁腿考核。我们每个人进行轮胎的拉力比赛，比赛过程当中看看我们爸爸妈妈谁用时最短，谁就取得比赛的胜利了。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请文文和阿迪教练一起示范一下，好吧？好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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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教练，文文老师失腿了，失腿了。这个很重吗？哇，这个这么重！好，预备，各就位，预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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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吼！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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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倒过了第一个桩头。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怎么？然后我们要绕过他，绕过他，绕过。只要人过来就行了。好，走。
王老师加油，我先走了。你在干嘛？有这样的吗？这太烂题了，有这样的吗？可以这样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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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天，还得抱啊？哎，不能抱啊，这属于违规，就得拖拽。你觉得我能赢吗？啊？你觉得我能赢吗？能。沉吧，挺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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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那么夸张，没问题。你说你没问题。对。好，第一组的家长，请出列。好的。爸比加油！爸比加油！爸比加油！加油！爸爸加油！做好准备，开始，开始。太坏了！抢跑，抢跑，抢跑！我没跑。out out out out！ 听好了，这才是八，才各就位的，你们就往前跑了，那么想赢哈？太白热化了！他怎么看书？哥，加油！行，各就位，预备。没问题。哦耶！哈哈哈哈！你9秒27，太厉害了！好厉害啊，阿姨！再多10米我就没了。气死我了！他说他能得第一，可能年纪又大了一点吧。综合起来就没那么强。爸爸永远最强。哎，好乖。来，记个字。来，上第二。出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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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哎呦，往前冲！爸爸。预备。往前冲！耶耶。好，好，哇，太快了！酷。我当时一看队长是接爸爸，我就不叫了。我已经知道他会输了，肯定不过。亲爱的，厉害。放放水，我刚刚以为是轻的，我不知道是重的，你跑快点呗。是，加油，来上。好，好的，我们在比赛开始前，给我们两位妈妈来点声音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各就位，预备。陈杰的妈妈即将到达了转弯线，宝迪的妈妈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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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跑起来！加油！
劲儿挺厉害，哎，哦哦，来，不服长城，门外围困，啊，家人，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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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超，打我一个，绝地翻盘，厉害，好厉害啊你，不要怀疑自己。我觉着我有一个特别想要赢的儿子，我也不想让他看见就是这个妈妈不努力呀，就说我只要累了说算了放弃吧，就不能这样。行了，有没有小朋友想试一下的？我想试试。他想试，他想吃，我也想试。去测，你们也想挑战一下是吧？好。儿子，你确定吗？ Okay 啊、我想试试，行，试试吧，感受感受。准备好了啊，各就位。走。爸爸，加油，儿子。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着急。哥，加油！俊熙要回到终点了，俊熙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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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加油！加油！王茂弟，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没事，好了，好了。茂弟加油！茂弟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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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了拼了拼了，加油王茂弟，加油福子，加油王茂弟，加油，我给你掐着表呢，掐表呢，加油，还有十米，加油加油，可以了，快，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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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是在比赛了，到最后不是比赛了，就变成了我到了点了，我回头过来我帮助你，你一样我让你到那个终点，这是挺让人欣喜若狂的。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敢挑战已经很棒了。你想去不？嗯嗯，那去吧。王国加油！加油！加油，非常好，加油加油，他们敢于背上那个轮胎，敢于去挑战，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应该去鼓励他们。加油加油，到了到了，哇，真棒，哇哇，厉害，没想到啊，这是个家长的一个活，最后被孩子们也干了，看到了孩子们的这种潜力啊，太厉害了，我佩服你们。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个项目，铁身。阿迪教练，还是你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铁身。好的，首先上去之后我们找到上面的四个支点，然后我们的对角洞，我到上面就是半个，我们做四个之后就又回到原点了，这是一个，一二一二，这会儿晕了就也可以反着来，都反着来都可以。好，现在我们先让小朋友们先上，时长是90秒，然后家长再做，看哪一个家庭做的组数最多，好不好？好好，你就均匀的速度，均匀，但是还是得快一点啊。好，好，各就位，预备，加油加油，开始，来，慢慢坐，不着急，慢慢坐，哎，苗苗的协调性很好啊，对，你看多顺滑，哇，厉害，是练艺术体操的呢。哦，是吗？
好，左脚踢上来。然后是左脚。左脚。啊，左脚卡住了。呀哈！妈呀！要标准一点啊，宝贝，标准标快。你不能这样子乱转，宝贝。我就是这样的，我不会。啊，大哥没问题，没事，都在里面带上，滚，没事。还有二十秒，只有二十秒了啊！你要加速了啊！加速，再来加速，快点，加速。十秒。不行了，加油！九、六、五、加油！二、一，好，停！不错，不错啊！太棒了，宝贝！多少个？不知道。你，我觉得应该大概100个啊，差不多啊。100个，谎报就是奥打，谎报奥特。你爸数学不太好，一二数完一般都是七了。没有，你爸经常乘二。那就是50个呗，除二不就行了？好，我把各个家庭小朋友的啊小小骑士的成绩跟大家播报一下啊。卢思琪，7个。我知道，就是我运动能力不太强的。王茂弟，24个。施恩卓，24个，应该是不够标准。蔚蓝，18个，虽然他只做了18个，但是呢动作非常标准，我们也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吧。好。罗冠仪，28个。秦俊熙，30个。家长，这个你们心里应该有一个比较，能不能反超，或者说能不能保持你们的优势，那就看各位家长的了。放弃抵抗，7个我怎么敢？又考两眼妈妈了。加油！好，来上轮胎。各就位，一分。爸爸加油！爸比加油，破釜沉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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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加油！爸比加油！爸比加油！加油！爸爸！爸比加油！还有30秒，加油！还有30秒，什么？还有三十秒，加油！啊，好晕！最后10秒冲刺！对，爸比，快点！战胜轮胎！加油！战胜轮胎！爸比！哎！从大家的气喘吁吁当中已经看出来了，家长们很是努力，拼了命，也是拼了命了。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家长的这个成绩。王茂弟的妈妈是做了24个，大家给大家掌声好不好？哇，厉害厉害！谢谢。施恩卓的妈妈是完成了12个，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们秦俊熙的爸爸完成了32个。我们树苗的爸爸做了14个，卢思琪的爸爸是33个，好，罗冠仪的爸爸完成了44个，好，李宁附体 ，yes， 我觉得我爸是非常厉害的，天下第一老爸。好了 ，OK， 做哥好好。那我们厉不厉害？厉害，你好厉害。虽然。你没有赢，但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世界冠军大明星。好的，谢谢宝贝。那
由我给大家把三项当中的成绩和我们过往已经有过的训练的成绩做个对比。铁身项目最好的成绩在35秒的时间段内30个，在铁臂项目当中最好成绩是2分09秒。所以说整体来看，各位跟我们已经完成小小骑士丝绸之路拉力赛的选手来比，还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当然刚刚我们才开始，你们还有时间认真的做好准备，所以希望在后续的训练当中你们再努力，好不好？一起加油。好，加油。加油。这个不算是最后啊，后面还有很多的训练，所以说大家不要气馁，今天训练啊到此结束。通过这个考试能够看到大家体能上面的参差不齐啊，也给各个家庭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基数，让他们知道努力的方向。上微博关注小小骑士一起冲，查看更多精彩花絮，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The rabbit runs in the rain. The rabbit runs in the rain.思琪，穿着点，别着凉了。这么早就起来晨读了，还是英文绘本呢？好自觉啊，好省心啊。还是这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有两把刷子，我也研究了一下，它是先诊断出孩子英语阅读水平，根据孩子的能力水平推荐合适的阅读内容。你看我家孩子就是 Level 4， 他推荐了这些绘本。这么智能吗？可不是嘛，我自己也教不了英语，我看科大讯飞里面的绘本可多了，有牛津大学、国家地理的、迪士尼的，不仅英语，还有2000多本中文绘本，关键还全部免费呢。这真是给孩子找了个随身图书馆。我回去问问我家娃学的怎么样了。前一天我们完成了体能训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一下车库，真正的去了解越野摩托。来。哇，太帅了吧！这就是你们每天训练完停放 ATV 的车库。前面这一排就是我们的庞巴迪前地营车，就是夏令营期间你们的好伙伴庞巴迪动力产品。那边是装备区。哇！后边是保养区。哇 ！ATV。后面那一排就是你们在沙漠里面的伙伴，伴随你们完成丝绸之路拉力赛的越野穿越挑战。坐上去感受一下，每天训练完要把你们的头盔还有你们的护具全都安放好，这也是骑士对于这项运动的尊重。大家了解了吗？了解了，了解了。接下来开始我们的下一个项目。好，走。好，嗯。我们的坐骑是我们最好最亲近的战友，只有把它护养好了，我们在整个训练当中，还有到最后的越野赛当中，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对。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当我们这个苏教练。在参加那个塔克尔拉力赛的时候，他起了一个大坡，车直接拍在地下的时候，后程轴是不是？对对对对，后程轴断了，断了，怎么办？当时旷野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最后就是因为他对车的熟知，用什么东西给绑上了，对，用袋子全部把他绑住了，继续比赛，而且我还拿了那个赛段的最高分，你瞧瞧。所以说对车的熟悉至关重要，明白了吧？明白了，很好。我们一开始呢就把机车的保养先交给他们，因为每天训练完了以后，每辆机车都由他们个人自己去调试，自己去保养，甚至是冲洗，要让机车保养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状态，让他们意识到机车对于自身的重要性。接下来给你们介绍的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一个长距离越野拉力赛赛车手该具备的5项知识。第一项，我们先检查水啊，它在行进过程中它会产生热量，这个时候需要水参与帮它降温，检测它的水是不是够的。第二个是电了，电在这儿，亮了是不是？代表是电，
这个灯如果燃起，就应该是在提示水出现故障了。第三要素就是这个车本身了。那你们要检查哪些是该动的，刹车是不是活动部分，包括这个把，这都是活动部分，对吗？比如说这些固定装置能不能活动，该动的得动，不能动的呢，固定住，对吧？第四项油，这是我们的燃油，检查它的润滑油，刹车制动油，简称刹车油。如果没有这个油，就刹不着车了，就打滑出现危险。对，讲得好。这个油要燃烧还需要氧气参与是吧？所以你们还要检查它的气，它有个装置叫进气，这个气它要是纯净的干净的空气，不能混杂什么灰尘、尘埃、水蒸气。对，可以，可以啊，挺专业，专业。哎。来这个节目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有礼貌的情况下目中无人。叭叭叭叭叭。好，那我们总结一下，铁教练刚才讲了哪五项要素？水、车本身、电、气、油。掌声。那接下来呢，就请苏教练告诉你们，如果发现问题了，怎么去解决问题？现在我就带大家来。修车，对，修车。你看，这是不是咱们轮胎气压最高达多少气压，最低达多少气压？好嘞，有五刚好。给你拿工具感受一下，来，好嘞，很棒啊。咱们先把这电给先恢复了啊，把这个用螺丝，你看一紧，然后把这个盖上。咱们把这个滤清器给卸下来，一定要用就是水来洗。现在这种状态是不能装车的啊，记住了，因为有水，把水拍干。我来拍。水箱，添加的是冷却液，不是普通的水。这个时候大家，我给大家讲一个问题了啊，刹车油它是有腐蚀性的。继续看啊，离远点。对，小心点啊。哇哇！我们要给刹车加油了啊！搞得跟打针一样。来，我来教你哈，小心。这边有。可以，好嘞，掌声。哎呦，真棒！好，最后呢，有一个要给咱们文文老师提出的，你能把这坐垫安上去吗？你别帮他，你别帮他，不是，哎，有什么其他的机关吗？他哪应该有一个卡扣是不是？我跟你说，文文，现在已经很好了，你坐上去，往下一蹲，咔嘣一下，正好。其实就是这样，这么拍一下。我看，你说是不是？不是你这么觉得，你。好，你能打开吗？你们知道怎么打开吗？这样子往后推吗？哎，各位小朋友，现在咱们蹲下来，过来低下头。你看这里，你看有个机关，你看。好，现在大家基本上掌握了操作，怎么去维修。那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成立一个小小骑士维修店，就是要你们开始接客户的单，来维修和保养这辆车。教练会根据你们的表现进行打分。哇，我好帅！咱们这分两组，一组呢就是独立模式，一组呢亲子的。我宣布，现在成立。怎么都那么严肃啊？等着单过来呢，是吗？对，严肃一致。哎，放下了。啊！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件事情，我忘了就是宣布了啊。文文姐，你看她已经主动的站到了独立营，啊，她当你们的帮手。OK。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不在，所以呢，我也要申请加入我们的独立组。你看看，多合拍！你们那边亲子组要努力啊。好。对，都要努力啊。
哎，同志们，你们的第一单已经到了。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精彩继续。孩子省时，爸妈省心。本节目由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独家冠名播出，打造全新户外越野生活方式，尽管去野，其他交给福特纵横。本节目由未来无限可能的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哎，同志们，你们的第一单已经到了。哇，老板接单吗？接单，接单，接单。车坏了，车坏了，咋坏的？你玩坏的。这辆车儿子开回来，我也不知道哪坏了，但他告诉我他开不了了。嗯，我也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然后帮忙看一下。哦，我明天过来取车。哦，行不？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拜拜。你好。你好。接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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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单。这个车我停在车库里很久了，所以现在得帮我整个检查一下，因为里面肯定会有各种问题，因为好久没开了嘛。OK OK， 好，那大概你们需要多久时间？两天。两天。要两天时间？半小时，半小时。啊，好，半小时行。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大家分工检查啊，先让我看一下，感受一下问题在哪里。小心小心，你要小心点，因为他在动车的时候，你不要动他啊。确保你的队友是安全的时候，你再去动车。要不要说一下，你们都看出哪有问题了？这个没亮。没亮是不是没有电啊？变速杆好像有问题。那这方向盘好像翻得动。这个扭不动的。扭得动？你瞧这上面好多灰呀。电池不看一下吗？链条，链条，链条。我觉得咱们可以睡一会儿。给客人打电话，下周再来取吧，有点麻烦。4S 店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一大堆小朋友都在车的周围趴在那儿，陷入一个迷茫，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先检查螺丝算了。哎，这里有一点点松了。哎，这里有一点点松了，扣不上了。看这个呀，这个没亮。让大哥先出去骑一圈，让他感受一下。快倒闭了。来，我们先戴手套，戴手套。哦，对，戴手套。来，来，姐姐，戴手套。小手套。你先发现问题，最后再修。你把问题都找着。好，一样一样来，看看轮胎的气。我去看看轮胎的气咋样。这个没气啊。对，拿打气筒。打多少？打。最高5，最低3.8。5。可以。再看看这个油。刹车油没加满了。啊，我来吧。慢点，慢点。你帮我看多少？慢点打啊！对准了，加。慢点加，慢点加，慢点加。慢慢慢慢，再加一点，再加一点。OK OK OK， 行，把它反起来。这边完全没问题，非常的规范。水箱水没问题。在咱们维修车辆方面，亲子的就做得非常好，特别是西西就能就是来了以后排查咱们教练之前讲的那些保养的那个细节，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对。啊！又来一个，我来吧。着不着火了？着不着火了？哎，帮我看一下，这个得需要多长时间？半小时。行行行，那你们先弄吧，行，等会过来取啊。嗯，手刹先拉上，赶紧。挺可以的，手刹先拉上。第一件事就说的手刹的问题。他点不着，说明就是电瓶有问题。好样的，然后呢？为什么没有电呢？就是松的，哎，那我拿螺丝刀。你看看，你拧，对。
对，可以了，上账了。好，咱们再试试。哎 ，OK， 这边涉及到的点你们已经全部都完成了。OK。哇，这组表现厉害，非常棒。我觉得他表现属于常规操作。我们家里边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动手修，能力还蛮强的。检查一下电源，这个好像哪个位置卡上了。哎，不是，你看一下这个。哎呀，我也不会呢。还没找到问题所在。上不去了，像是装反了一样，这个东西。好，修车结果修坏了。你们这也太狠了吧！你们修坏一个，让你修车不是让你拆车。咔叽一下子拿出一根东西来，你。哇，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就是它打开的时候很轻松，根本没有动，就打开掀了个个，它就关不上了。新的订单来了。你们四个有新的任务，新的订单。洗车能洗吗？洗车，那个车没有问题吧？那个车就是洗车，几辆车？三辆，两个人洗一辆，三辆。走吧，这个东西是真的修不了，修不了一点，修不了一点。好，大哥，咱走。这不修车，直接就出去洗车去了。不懂，完全不懂。哦。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分工就没有做好，就大家只是急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而没有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其实这个是需要他们学习的一个东西。洗车我看看你得有多脏。这么脏？谁开的呀？这椅子怎么都这么脏的？这是什么水平的人开出来的？能洗吗？能不能先把车弄过去？那你们得自己来。还得骑吗？自己玩，推。你们俩是不是可以配合先完成一辆？对，我们要不要一辆一辆来啊？是不是？好，往后拉，拉，我再拉。你后面的小朋友小心啊，别压到脚啊。好，好，来往前推。推。余文杰，王洛地。好，执行。好，可以了，来吧，开始展示。哦，哦。先检查一下设备。边冲边检查。先检查。边冲边检查。先检查。啊，不吵啊，我们可以清理完之后再打开检查，好不好？文文姐姐已经看不下去了。机车人，机车人，救车人，救车人。我看到思琪没有动手，他就围着车一直在转，就是自顾自玩，就忘了这个事情本身的这种状态。咱们独立组，我提示一下你们啊，你们还有一单在那等着你们，还没结束啊。要不要咱们先进去把那车修了？你觉得呢？好的。好嘞，停。该修车去了。好了。好吧。我拉拉，我再拉拉。苏淼，你不觉得咱们俩一块弄这些事情，你对我是个帮助，我对你是个帮助，不仅锻炼了你的这个独立能力，而且你帮着我们修车，对于我们来说很省力、省心、省钱。嗯，你们要不要帮我们去洗个车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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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得把钱给我们。好，好，走去洗车了，洗车了，洗车了。来。哎。好，交给你们了。好。看出来问题在哪儿了吗？
现在怎么就点不着火呢？哎，小心啊，后面有人啊！小心啊！你小心，你在后面，这车要动。等一下，这个地方我要打断一下。我们的这个保养的这个环节，里面有很多的误操作。你们一直在看轮胎、看下面，但是你们始终没有把车驻停，这会导致你们的轮胎一直会前后动。如果有一个人在下面看的话，一拽就可能会压到你，所以你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把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明白吗？我先提醒一下。第二个问题，你看你们都有很多的修车手套，你们都没戴，看见没有？规范。来吧，让每个人都来。其实我是想让大家有更好的安全意识，希望大家可以严肃一点，把这些安全上面的事情可以认真的去记下来。慢慢来吧，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学习的东西哈。会不会你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他会不会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油，这是我们的燃油，在出发之前要检查你的燃油是否已经加满。第二个是电，如果没有电，这个车没法启动，是不是？有没有油？有油。对。有油，但开不了啊。没电。没电，没电，那就看一下电怎么出什么问题了。打开这个钮。这里面有个螺丝，要把。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这个怎么接上去啊？谁会啊？咱们先把它电给先恢复了，把这个压到这上面，用螺丝，你看一紧，然后把这个盖上。哦，螺丝刀。对。给它扭上去。往上拧，拧，拧，拧好了，拧不动了。盖上。好了，有了、okay. 真棒。哎，有了电，然后我们下一步是检查什么呀？哎，对，有人检查对了啊。这个太这个后面好像不太足，测一下压力，压力表拿来检测一下。我来。咻咻咻咻咻咻这不就已经扭好了吗？等一下，等一下，电路好了。我发现它刚才这里好像亮了一下，它早修好了，早就修好了，早修好了。我们在整这个气呢，还搁那亮呢。哦，它现在才3哦。我它的最高气压是5。最低应该也是就是3.8，难怪缺气。对，好，我们4就可以了。哦耶，修好啦！我们修好啦！我们擦好啦！怎么样了？你们这单结束了吗？这个车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教练说还有问题没找到。除了检查油电气水之外，还要看一下什么呀？宝宝弟，你感觉一下，你捏了这么半天，你再捏一下对面，发现了没？罗冠仪，一样的捏一下，捏一下，你们还没发现问题吗？咋回事呢？到底是左边有问题还是右边？我看看哪个地方松，哪个地方紧。这个地方有问题。好，停，暂停，这里暂停一下。正经的时候把车子要撑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凳子。哪个凳子呢？大家找找看。是不是一直坐着那个？对，大家抬得动吗？
哎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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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放不进去。好，那怎么办呢？我还变矮。怎么变矮呢？这个，往左拧，左松右紧。哎，对了嘛。好，再试一下，能推进去吗？好，你进去了吗？我进去了，我拧着了。你们俩得一起，那边也得抬，这边也得抬。三二一，开始。加油啊！左边再高一点，左边再高一点。只要轮胎离开地面就可以了啊！看一下。离开地面了，离开地面了，离开地面了。好。好了，我是。叮叮叮叮叮。这是捏刹车的。魔术表演。我修好了。俊熙，他会发现问题所在，甚至是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这辆车终于完工了。哦耶，修好了。这一单不用明天交给他，今天就可以交给他，对不对？对，成功。好，我们的 4S 店今天呢已经算是结束了，请我们的教练来评判一下。我们亲子组这边，我们教练组给出的是满分，掌声鼓励。他们的所有的环节都完成得非常好。当团队都很迷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一个特别有领导力的人站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看到俊熙，当他发现刹车有问题的时候，其他人都在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的再去找，俊熙就发现跟刹车有关的，就是捏刹车的时候，实际上是后面的这个装置在跟着一起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刹车调好了。我修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领导力的体现，这点是非常关键的。他是一个比较善良的孩子，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来讲的话，别人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的话，他都会去主动帮助。好，刚刚我们独立组那边，我看到的点，我们在面对这些车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错误的操作。我们没有把刹车制动驻停，然后就再来回推这个车。哎，小心啊，后面有人啊。小心，小心啊。你小心，你在后面，这车要动。你们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意识。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忙中出错。接下来的点是我们在集体维修这辆车的时候，我们的分工就不明确，然后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散漫。特别是有一个小朋友，我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融入这个集体。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精彩继续。孩子省时，爸妈省心。本节目由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未来无限可能的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特别是有一个小朋友，我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融入这个集体。鲁思琪，我觉得你一直在一个很零散的一个状态。其他小朋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尝试着去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鲁思琪，你去洗车呀？啊，你这旷工。这里冲一冲，底下轮胎这个轮子里面冲一下。咻咻咻咻咻咻，叮叮叮叮叮。教练教你们怎么捏刹车。魔术表演。所以我觉得你在后面的团队或者集体的活动中，你要更多的去融入集体，去帮助大家想问题，并且去解决问题，好不好？好，掌声。
刚才三位教练都各自拿出了各自的观点，受到表扬的小朋友们不要骄傲，受到批评的小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无好无坏，最关键的是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提出问题来是件好事儿。面对问题，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抱着我干嘛？没关系。如果全都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啊，好，好，我们今天4S 店顺利关门。其实他有问题，确实有问题。没事，我跟你说啊，子琪，子琪，子琪，队长跟你说，没事没事，没关系。转过来，没事没事没事啊，子琪，你先听我说啊，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我不能睡觉。啊，没有批评你，只是指出了一个问题。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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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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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自己先待一会儿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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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是不愿意面对的，因为人多嘛，他肯定是面子上放不下的，人之常情。我觉得太真实了，自尊心嘛，对不对？男孩子应该有自尊心，大家越劝也不行，他的自尊心越受伤害。所以说我说大家都走，都离开。你委屈了？没有啊，还有我吗？我热了。我有。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反馈他平时在班级里在学校里的这样一个状态。你从小呢就是一个人在家看书，然后也比较安静，这个人性格没有过多的学会怎么跟人家交流，也没有学会怎么跟人家协作，这是你的薄弱项。错不在你，明白吗？只是薄弱了一点点，加强一下练习就会了。这哪有错，又没错，明白吗？这个不是朝令夕改一下就能改好的，等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先让他转移注意力，把这个负面情绪抛弃掉之后，然后我们再去跟他沟通这个事情。自尊心都受打击了，又没怎么。我就喜欢人家指出我的缺点，对不对？说是我缺点，我就知道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了呀，是不是啊？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锻炼他，好好的练一练，去刷成他，慢慢改变。嗯，我走了，吃饭去了，我走了。呜呼。好，迈出出厂门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啊。下载荔枝新闻，解锁更多小小骑士一起冲，台前幕后精彩故事。我帅气的爸爸要陪我睡觉。你把我扔到床上去。把我扔到床上。第一是手机。不要碰妈，不准手机擦手机。行了。我要带他出去。怎么了？没事，他不想别的男人碰我。大家集合了，都出来一下，有事要宣布。好了，来了。大家坐，啰啰坐啊。好。啊，因为咱们这是一个独立篇章嘛，大家聊一聊训练当中，你们觉得自己最独立的是哪个？我徒步比较独立。对，他徒步的时候我特别担心，因为他比较瘦，然后行李特别沉。
平常自己的拒绝。然后我在想，走了这么远的路，他肯定会特别的累，但是还是为他感到非常骄傲的。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下都能走下来，我觉得太厉害了，特别好。我觉得他也是徒步，一个人扛了一大桶水，还走错了路，走了3公里。他本身学习好，知识多，但是体力特别弱，走过来我也是蛮感动的。厉害，小罗，自己睡觉可以，好，走了。因为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就觉得哎，还是还行啊，挺好。我觉得我修车独立，这个地方有问题，它顶不着，电瓶有问题。汽车的胎压、滤芯、刹车、电瓶都是我自己修的。我感觉我儿子一直在给我帮忙，反正一直在帮我分担。男孩子，咱们现在也大了，该分担父母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分担了，这也是一种独立的表现啊！你看，大哥都拍桌子赞成了，你是在拍蚊子还是赞成啊？还在拍苍蝇。大哥，啊，你觉得自己最独立的是什么？一起学鱼、越野蛇。来来来，加油！我一直以为他这个阶段对这个车就理解会比较难，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上手，厉害。真的，小小的身躯不能小看，小朋友真的力量很大。要说很棒，对，非常棒。他叫我，要说很棒，很棒，真的很棒。我是觉得他是骑这个摩托车，我觉得越野车 ATV。好，放松，也别紧张啊。非常的让我觉得很骄傲，也觉得他确实成长了。孩子的能量大呀，是在我们的想象范围之外啊。有力量，有这股心劲儿，全都安全顺利的完成了。好，我宣布，独立的篇章已经顺利的完成了。选择独立的孩子，然后每一个人要发一枚独立篇章的小小骑士徽章。啊，选择独立的举手，再举遍手。好。我觉得就是选择亲子的这些孩子跟家长们，不是出于孩子的意愿，可能跟父亲啊很多东西都有关系。对对对，贴着。哎，对，那晚跟他睡。我说不行，我主要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照顾他吧。他有问题没找到？我看看哪个地方松。行了行了，等一下，走，一二一。你第一。每个孩子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强弱之分。对一个那个徽章来讲，可能我们大人觉得啊，形式可以不当回事，但对于孩子来讲，第一次入营，第一次这个篇章过去的时候，都要需要一种肯定嘛。所以说，我觉得给他们两个也发一枚小独立勋章，好不好？好，好的，给，谢谢。哦，这个一定要留好了啊。谢谢。来，这一定要收藏好啊。谢谢。不谢，给自己鼓鼓掌啊。独立的这个徽章是放在那个徽章墙上吗？可以，你去放吧。鼓不掌吗？啊，好了。哇，厉害！哎呀，你们太没实力了。帮我贴一下，我来在这一个，第一个，抱起来，让让路，让让路。下面还有很多张呢，等你们，等你们赢。好。哦，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从现在开始，也就是从今晚开始，大人睡大人的，孩子睡孩子的，好不好？好。大家各自找各自的房间去吧。好，加油。
水。你晚上能行不？可以，你帮我放完东西就可以了。你晚上洗澡能行不？可以。你晚上谁给你递眼药水？你帮我一滴。吹头发能吹不？帮我一吹嘛。很担心，我主要害怕他照顾不好自己。他觉得这样很好，虽然有点舍不得，但适当的多放手也利于他的成长。能和关关一起就超级无敌棒。如果是你自己真心选的，那就是对的。罗冠宇，罗冠宇，怎么了？能帮我一下？好的。你俩能行不？能行。现在我要跟他一起睡。我已经用完了，换个大，干干大，大起来！啊，他用这个柜子好好看。我在这个柜子里面放东西，你在这个里。好的。独立篇章完成的特别好。之所以把独立放在第一个篇章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越野是一件非常需要自我管理的事情，把握住自己的身体和心态，才能顺利的完成所有的训练，到最后的比赛。后面的快一点。往大了说吧，就是人走的这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管理。都需要自己的独立，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希望下一个篇章，小小骑士们也能继续加油。我们走了，拜拜，拜拜。把窗帘拉上。OK。赶紧睡觉。不关灯怎么睡呢？下载荔枝新闻，解锁更多小小骑士一起冲，台前幕后精彩故事。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提醒您，精彩继续。孩子省时，爸妈省心。本节目由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独家冠名播出。小小骑士夏令营，给童年创造快乐，为成长播撒种子。感谢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福特纵横、中国移动、庞巴迪动力产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登录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大蓝鲸 APP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